大家好，我是 Mr. Liu 佳美窗帘。这个是顾客跟我们定做的沙发套。这个沙发布有什么特别呢？我们的拉链做比较长，给你 L 型拉链，你容易的拆装。然后我们都有侧边，它就不会脱丝，就比较容易轻松的装上去。我们给你的是大头拉链，这个拉链就比较耐。然后这次顾客选的是防水布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我们倒水下去，它有点像荷叶这样，它会跟住走，它不会渗透的。然后如果小朋友啊喝奶酪倒在沙发上没有关系，只要拿一个湿布这样抹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他们之前的，这个是顾客之前的沙发布，如果倒水下去会怎么办？它直接就吸进去里面了，所以这种是没有防水的。防水的布料很多，要的话可以来我们家美窗帘选择，谢谢。